先前我们从鼓楼区直机关红色之川宣讲展示团中挑选出了十一位宣讲员进行今天的比赛。十一位宣讲员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体制增效、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民生福祉等主题，结合工作实际，从身边的人和事娓娓道来，以小切口讲大道理，传递出了正能量。那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有助于各位宣讲员继续努力奋进，提升理论水平、专业素养和宣讲能力。